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亚克铃铛呀，小铃铛，打招呼。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小铃铛。好嘞，欢迎去看我们的迷你世界《剑后论战》地图，是张趣味详细地图，叫做《植物大战僵尸》能量版。感谢小伙伴们的收看，小伙伴观看我们的视频要记得点赞、评论、订阅、推荐、谢谢大家。谢谢。来吧，咱们先看一下那个植物的话，它是没有什么改变的。唯一多出来的就是这些植物的枪械，分别是那个西瓜狙击枪、豌豆手枪、寒冰豌豆手枪，然后这边双重豌豆，以及那个什么豌豆步枪，还有那个剧毒豌豆手枪，大喷，这个是大喷菇冲锋枪，好多呀。当然能量豆的话，这边有一组多的。基本上的玩法好像就是，咱们总共有15颗血量，僵尸每进入庄园的红色区域则扣一个血量。能量液的话，点击植物可以让那个植物开启那个什么暴走模式。Nice。来吧，咱们先看一下，先获得一下这些植物。好，3个。阳光不够。我先把这个箱子开了。向日葵，2个，走。哦，忘记点那个了，先把植物放上吧。咱们要点那个什么，蓝钻快开启游戏。他会不会点了之后就放的植物没了？不会。开始游戏了，可以弄一些那个，这样的话植物就完全不用愁了。你西瓜投射，几枪豌豆，行，我有好多这个。你放这么前。放这么前面干嘛？我有这个条件，家庭条件允许30多个呢。好 ，OK， 能量豆有60多个，待会试一下。总共它有多少波来着？好像15波吧，15个血量，那就应该是15波。好家伙，你中这么前干嘛？我都说了家庭条件允许，给你，我还有27个。西瓜投手。寒冰西瓜，缺少阳光没关系。我来开箱子。OK。第一波已经出现了。这是游戏的什么？其实每种植物咱们都可以种一个的。是的，是的。你自己拿着呀。那我就不客气了哈。还有好多。要是有玉米加农炮跟椰子大炮就行了，就好了。对呀。40个阳光，又可以去换一个西瓜投手。寒冰西瓜投手，刚好把这边种上。哦，17个阳光了，僵尸出现了。哎，你看这前面，哇，还有忍者僵尸的。可以来试试开启能量豆了。他这每一波时间好充裕啊。57个阳光，这阳光倒是挺快的。我就换点菜问。这个货币是用来换枪的，也可以换植物。11个菜问，
你这吉祥豌豆不要种在第一个给它种菜问。好，然后把它铲掉吧，应该有铲子吧。我把它铲掉了。好，下一个。我再去买一点向日葵。好简单啊，感觉像是在开挂啊。对呀，毫无压力。好，再下一个。洗发投手，哎，谁把我打死了？嗯，是不是你把我打死了？没打你，我打你干嘛哦？那我刚刚怎么狗的？不知道呀。好，第四步要出现了，我看试试。蔡问的那个暴走模式是怎样？哎，这个怎么用啊？对着左键，哦，触发超级技能，我的天，挥拳挥得好快。挥拳挥得好快！哎呀，这个怎么买呀？这个能量液怎么买？不告诉你。还有30多秒呢。看一下在这里。看一下机枪。货币。机枪豌豆。哇！触发超级！嚯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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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嚯！全都给他触发。我的天，你看这个发射速度，我的天，贼快。哎呦，哦，我刚刚是被自己的植物给弄死的。我去，速度触发超级技能，不知道向日向日葵也可以，向日葵也可以攻击。哇，我的天，我的天，这个谁，这个阳光，这个速度贼快。再看这别的植物，不知道土豆地雷的那个什么暴走模式是怎样的，我去换一个。嗯，这还有那个火焰射手，土豆地雷试射。哎呦，怎么直接放出去了？好嘞，11个，还有这个的呢。暴走模式。你把前面的铲掉。把前面的铲掉。没有铲的。我给他种上那个。铲子在哪买？你没有铲子吗？OK， 我看土豆地雷的那个超级技能是干什么？然后这边给他看那个坚果墙。下一步还有20多秒。没有卖的，就这样吧。9秒钟，哇，这个阳光好大一坨。好，出现了，快！超级技能是干什么？好像也是攻击哎。我的天，还有忍者僵尸。土豆地雷的超级攻击呢？没看到，再给它种上一个，触发一下看，要等它长出来。怎么我听到有鸡叫，咯咯咯咯咯咯咯的？
是呀，有一些动物模型就是鸡吧。哦，土豆地雷不行，开启不了。再去试其他的。其他的植物估计也差不多。这个我想要一个。哦，这个是那个狙击枪。我的天，这个阳光！像掉头皮屑一样。贼爽。好像没什么植物了，那些植物，哦，还有这个，火焰豌豆。尝试一下。火焰豌豆，看一下，哇哇哇，跟加特林一样，我的天！你看，它发射了吗？我看不见。再发射，爆种模式啊！快，应该是。哦，看到了。这是机枪豌豆的。好，等第9波。OK 了。我的天，这喷的！加油，加油！这边冲进来了。来吧来吧，时间差不多了，这张地图咱们就先玩到这了吧。嗯，好的。好嘞，那亲爱的小伙伴们，咱们这条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，感谢小伙伴们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拜拜。